欢迎回来 Rock 频道。那今天是一期无数人从我做频道开始就吹了很久的一个主题啊，就是香水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所以一直也没有说特别想分享。不过还是太多人问了，还是回应一下各位吧。就我也没有是个非常厉害的香水专家，完全这些都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买下来的一些我个人觉得比较符合我这个人的味道，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所以我的感受呢，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些参考。不是说我觉得好闻就一定要去买，千万不要这样觉得。买香水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要试过再说。那今天分享的不仅限于香水，还有部分室内的香薰，我觉得也可以算在这个气味合集里面吧。所以我就没有叫香水合集了。同样的人，好像每天换一个不同味道的香水，或者说你的房间换一个不同味道的香薰，你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换了一个完全新的心情一样，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和感受。所以我会有蛮多不同香气方向的香水。那不过大体上都还是比较接近统一的这个调性的，比较的沉静，比较的木质，就没有那么的甜腻，因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那所以我的推荐呢，仅限于我个人的喜好。当然我今天想推荐的香水呢，没有性别之分，大部分都是中性的。各位想自己用或者想送给亲朋好友都可以。我觉得我不喜欢在香水这方面有非常明显的性别取向，还是根据自己每个人的气质，或者说你今天想如何表现自己，或者说要出席一个什么样的场合来决定你使用什么香味，这个没有定数。我觉得香水这个东西的变数是非常大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卡通叫做马丁的早晨，没记错应该是这个吧，就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 cosplay 成完全不同他自己的角色，很有意思，有点像这种感觉。那么再次强调一下，本期影片呢没有任何的广告成分啊，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然后也是我用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东西确实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去不停的试，然后不停地推翻自己之前的感受来去获得一些新的体验，所以也是我隔了这么久才来做这一期主题的这个原因啊。OK， 那我就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那首当其冲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红得不能再红的小众香水品牌啊 ，Lelabo。这牌子我相信已经是不用太多介绍了，包括这个味道也是，而且3933这个味道也是我这么多香水里用了这么多年唯一一个撞过味道的香水。我也不是说它不好，它很好，只是太多人用了，所以现在我就反而用的比较少。你看用了这么多年，我才用了大概也就四分一。这个东西很奇怪，我买小样回来试呢，我就很喜欢啊，就一定要买个大支的，结果买了个大支的回来就很少用，基本上是小样当宝，大支的当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品牌我就不过多介绍，3933这味道它主打的就檀香的这个气味，但它檀香的来，它不是那种非常沉重的老男人的那种味道，它还是比较温润自然一点，比较中性，男女都可以用。那Lelabo这个品牌呢，我还是推荐大家最好有机会去店里闻闻看，到店购买，然后它可以在标签上写上你想要写的一些文字啊，或者是你送礼的祝福语都可以，然后你购买的时候呢，它会现场调给你，就还挺好玩，挺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品牌除了3933这味道，另外几个味道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29号的 Noir， 就是黑茶吧，应该叫做。这味道呢也比较中性，但它是那种有一点点暗黑感觉，但是又不是特别酷、特别高冷那种，就是非常的冷静沉着吧，可以这样子去形容，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了。然后它闻起来也很干净、很成熟。然后另外一个味道就是玫瑰31号，这个也是比较红的味道，不用太多介绍了。可能女孩子会比较喜欢这个味道，男生的话要看个人气质或者是场合吧，因为它稍微偏有一点点甜甜的，或者是有点花感的这种方向，不是很浓，我觉得男生也可以用。然后另外有一个22号，我记得是橙花，也不错，就比较清淡、活力、明亮的感觉，就简单带过一下。因为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品牌也是太红了，我就不想讲那么多了，快一点。然后后面还有几个我更想介绍的品牌啊。OK， 那么第二个品牌就是 ASO 这个品牌呢，也是我个人比较爱用的护肤品牌。没有之一，基本上我全套护肤品都是他家的，比较适合我自己的肤质吧，从爽肤水到面霜到面膜到香水、牙膏、手霜什么的，就我有他家很多产品啊，用下来确实感受不错。那今天想介绍给各位的 ASO 的香水呢，就是叫做赤。
炽热的炽，在这个英文我不确定该怎么发音啊。这味道其实我是当时在他们店里试过，我觉得还不错。其实我当时在他们店里试过好几个味道，没有当场买，因为香水这东西你懂的，就前中后调，你一开始闻跟你过一阵子再闻感觉也不太一样，空气的温度啊、湿度啊、每个人自己的体温等等都不太一样，所以感受都不会特别准。香水我就不会当场在专柜马上闻了就买，都是可能喷了之后逛一圈然后再感受一下再说。不过在 Aesop 专柜买东西他们还挺大方的，会给很多小样给你。然后这个炽这个味道呢，它有比较浓重的柏树、柏树、松柏方向的，反正就是木质调、松树或者杉树这种非常清新淡雅、宁静安神的这种感觉，然后会有微微一点点烟熏质感，不多。官方介绍它的前调是百里香、懒香脂、粉红胡椒，中调是柏树、麂皮、天竺葵，后调是岩兰草、乳香、雪松。其实我觉得这种香水的官方前中后调介绍都挺模糊，要自己去感受的。你实际喷到你自己的手腕或者脖子，然后你过一阵子再闻呢，不一定能感受到官方的描述。不过实际上大体的方向就是木质调、宁静安神，这个是没错的。然后这一个也跟我前面介绍的那个 The Label Sandal 33有差不多相似方向的这种风味取向香味表现。所以就我之前也跟大家推荐过我自己的这一个香水分装瓶，会把它们两个调和在一起放进去。不过插一嘴，这个瓶子我近段时间用下来发现它就算没有在使用的时候会漏一些香水挥发掉一些，没有在用它也会越来越少。我不知道有买的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一个情况，所以我不会一直把它填满，就是要用要出门的话我才会把它装满。 anyways， 这个就是一些相同方向的这种香味表现的香水，不同品牌或者不同的款式，我会把它们混在一起，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并且这样子就确保出门是不会撞香味的，当然这个混合的程度要看你自己去把握了，哪个多哪个少出来的效果不一定。强调一下，现在我介绍的顺序是不分先后排名的，都是我自己喜欢的。 OK， 那么下一个品牌呢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牌子，叫做 Nasomato， 它是荷兰品牌，不过它创始人或者说它的主调香师是意大利人，有点疯癫的一个人啊，你可以关注一下他的 IG 主页，他发的东西都挺奇怪的。那我手里这一款 Nasomato 呢是叫做 Black Afghano 黑色烟草，这味道也挺特别的。他们家所有香水包装也很特别，我手里的这一个它的盖子是一块黑色的木头，处理成好像一块碳一样啊，不过它不是真的碳啊，只做成黑色，有点像雷劈木这种质感。那么他家其他款式的香水呢就会用其他款式的木盖子，有什么原木的啊、白色木头或者是涂了油漆，这种感觉都不一样，每一款都挺有自己的特色的。然后他家的香水应该也是我手里这么多香水里面同价位来讲比较贵的那个吧，就是其他香水都一样价格的情况下可能能买到50ml 或者100ml，它这个就只有30ml，并且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黑紫黑紫的这种溶液的感觉，它是真的有颜色的，喷在手上会有颜色，所以你要穿浅色衣物使用这款香水要小心一点，它可能会染到你的衣服上。这个香水刚闻到的时候，前调就你直接这样闻，你会觉得哇，怎么有那种烟熏到臭的这种质感，但是过一阵子闻好像又挺香的，挺特别的，这种有点流连忘返的感觉。它主打的就是这种烟熏质感的味道，前调呢官方称它是有麻叶的这种风味，中调是树脂、木质香、咖啡烟草，后调是焚香、沉香，总之就那种非常浓重非常厚的这种。那斯茂德这品牌呢是2013年在荷兰成立的，算是比较年轻比较新的牌子吧，略小众吧，可能知道人不算特别多，并且价格也贵，我还没有看到身边朋友特别多人都有买这一款香水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因为他家的味道都有点新颖，比较先锋，所有的味道都算是比较浓烈的那种。如果你买香水你是求稳的话，我就不推荐那斯茂德了。你想尝鲜，想做一些大胆的改变的话可以试试看，这个香水还是挺有意思的。 OK， 那么再过来一个是应该算是比较大众的牌子吧，就是 Diptyque 吧。我这一款 Diptyque 是叫做檀道，也算是他们家比较当家好闻的味道吧，当然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圣日耳曼大道了，也是好像为数不多在他们家全线产品线都有的味道，因为他们除了有香水还有香薰、有蜡烛、有车载香、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香味的产品，檀道这个味道呢就没有那么多，好像只有香水浓跟淡两个香水。这个我是在店里面闻过好几次，我觉得确实挺喜欢，然后也比较符合我想要的感觉，所以我才入手。它瓶子蛮好看的，正反都是透明，然后两侧是黑色，75的 EDP 就是浓香型是 75ml， 然后 EDT 就是淡香型的话就50和100两个规格。谈到这个味道，我是前调跟后调表现方向差的
有点远的这种感觉，所以是为什么我一开始闻了几次没有买，因为它有那个小的试香卡嘛，喷在卡片上之后呢，你可以带走慢慢闻，然后那卡片我就丢在车里面，过了几周甚至好像还是几个月吧，还有点味道，我拿出来闻，嗯，怎么跟我当初闻的好像完全不一样，这么好闻，也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试过几次这样的，我就觉得 OK 可以买。当然它整体也属于是木质香调的方向，主要成分是檀香、雪松、果树、香桃木，这个比较少听到，不过它整体的表现呢是比较的干净清新，然后是很文雅，很有亲切感的感觉。如果是一个人喷到这个味道给我闻到，我会觉得它是很好聊，很平易近人，然后又很斯文，头脑清晰，很有想法，这种感觉不是对香味的描述，就是给我的气质的感受会是这样。这种想象也会成为我挑选香水的一个元素吧。我会考虑到如果我用了这个味道给别人闻到，给他的感受会什么样的，在他眼里这个味道的我是什么样的，我会有这样的想象，所以会成为我选香水的一个考虑的因素。谈到这个味道就给人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不错很好的，没有分性别，我觉得男女都可以用，当然取决于你想怎么样表现自己，或者说是使用在什么场合了。 OK， 那么再过来一个品牌是解放橘郡，这个品牌呢也算是比较热门的小众品牌，可以这样讲吧，挺多人用的，虽然我没有撞过味道啊，但是好像他家热门的款式都不算特别小众吧，还挺火的，很多味道的。我手里呢有几个，也不能算小样，中样吧，就是我之前买过，但是我不确定这个味道我要不要买大支的回来喷，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买。这种支装我也还没用完啊。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一个应该是10毫升10ml的规格，解放橘郡的赫曼如影，这个味道是用到我大概用了有2年了吧，还有这么多，就是我越用觉得它好像单独使用它有点过于骚气了，我就越来越少用了，因为它风味确实比较强，很难用某一样特别的东西来形容它到底是什么方向的味道，就感觉它好像什么都有一点，但又什么都不属于，就有点这种感觉，并且你会觉得它好像无比的熟悉，就好像在哪闻到过一样，但你又不确定。那官方描述赫曼如影这个味道是前调黑胡椒、白松香、黑加仑，中调土味素玫瑰，后调香根草、广藿香、降龙岩香醚。官方描述是准的，一开始确实会比较刺激，刺激到你会觉得嗯没有办法接受，这不是我想要的，但是随着时间过一过，随着它挥发一下，中后调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好接受很多，并且它确实是比较能吸引到人的味道，当然它也是中性香，我觉得单身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还挺骚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不错的解放橘郡就是这个叫国王退位吧， Exit the King， 这味道我觉得很不错，比起赫曼如影来讲它斯文一些，没有那么强，比较日常，它也是干干净净的感觉，但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又说风味香味表现。解放橘郡这牌子一开始是纪梵希旗下的这个宠物香水的一个系列，然后后来有一个南非的调香师主导了这个系列，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解放橘郡国王退位，或者叫王者退位。这个味道官方描述前调是皂感醛麝香粉红胡椒，中调是茉莉玫瑰铃兰，后调广藿香苔藓檀香木降龙岩香醚，整体表现呢就比较干净一点，前中后调差的不会太多，不会说前调马上喷在身上你会觉得接受不了，然后过了一阵子再闻呢就跟前调差的也不是很远，整体表现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日常使用的，什么场合都可以。然后这个味道是解放橘郡里比较少见的是多位调香师一起合作的款式啊，其他味道好像都是每个调香师单独主导自己的这种作品吧。然后解放橘郡他们家我觉得留香时间都比较长一点，当然取决于你干嘛了，你要去做运动的话肯定挥发的比较快了，只是说普遍情况下来讲它留香时间还蛮长的，可能有6到8个小时，然后它不会有那种太卫浴的感觉，不会说像用起来好像一个洗浴用品，还挺好的，因为有些香水确实感觉闻起来好像是在洗手间用的香味，然后这味道也是比较中性的感觉，男女都可以。另外一个解放橘郡的味道就是牧神午后，这个也是我最新入手的，还没有太多去使用，所以感受比较少一点，同样它也是一个中性香味，不过它给人的感觉呢会更加的干净，我是觉得比较适合斯文的男生和女生使用，然后它没有那么的沉闷，它比较的外向阳光一点，会有这种感觉，闻起来会有一丝的沉稳，就不会说开心明亮到没头没脑的感觉，还算是比较成熟的吧，目前我的感受是这样。 OK， 那么香水里呢最后一个想推荐的就是来自祖马龙的这个黑石榴，这个也是我用了好多好多年的一款香水了，我用了大概有7、8年了吧，
对，已经买过两三支了。最早喜欢上这个味道，我会觉得好奇怪啊，明明就一股药味，为什么会变香水呢？但其实也是因为前中后调的关系，它前调表现的就跟前面介绍那个 Aesop 的赤有点像，会有一股奇怪的药水味，好像进了化学实验室的感觉。但是中后调会慢慢让你觉得有点上瘾。官方描述它前调呢是树莓、石榴、李子、大黄、西瓜，大黄什么？中调是铃兰、玫瑰、茉莉、粉红胡椒、宫丁香、乳香、红没药、玉创木，后调是雪松、广藿香、麝香琥珀。哎，我觉得它后调的感觉会明显一点，中调我不太感受得到，可能中调挥发比较快吧。这个留香就时间没那么长，它没有太多的木质香调啊，它比较多的这种草本的感觉，当然也是比较中性的。不过女生用这款味道可能会是稍微酷一点的感觉，男生用的话就正常，就是比较也算是比较冷门小众的味道。当然这个祖马龙不是小众的品牌了，只是这个味道好像不太多人用。我印象中比较多人喜欢的都是他们家那个叫什么蓝风铃、小苍兰。当然祖马龙这品牌我觉得也不错，价位适中，然后那个价位能买到的容量还挺大的，他们家比较热门的款式。但是我就喜欢黑石榴这一个味道，就他们家我也去店里面试过几次，只有黑石榴我是比较喜欢的。那么刚刚讲完了喷在身上用的香水，我们来看一下室内用的香薰。室内香薰有很多种啊，有点的线香、熏香，然后有无火香薰，有蜡烛，然后有这种滴的精油，或者说用加湿器来扩散的，都有很多形式。那么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个滴的精油，来自法国的 Madeline。 我买的是这一个方盒子的版本啊。 Madeline 熟悉的朋友可能知道，他们家是以这种扩香为出名的，然后盒子里面装的全都是天然的火山石，或者是琥珀，或者是水晶之类的这种矿石。我买的这一个是火山石的版本，方形盒子是没有拼石头的，就是它是单种类的石头。如果是圆形盒子，盖子带把手的那个版本呢，是可以拼好几种不同的矿石，比如说白水晶、紫水晶、蓝水晶之类的，这种可以混合在一起。方形的盒子是没有的，就纯石头。然后我又不喜欢琥珀，所以我就选了火山石。我手里的这一个盒子上，你可以看到它印了一个名字，黑土森林。因为我是在店里面买的，它同时会给你另外一支同味道的精油。盒子本身是那种手工打造的铁盒，比较粗糙，不太规整。看到的这个标呢，是本来贴在外包装上的，然后外包装我丢掉了，我就把贴纸拿下来贴在这个盒子上。他们所有的矿石在出厂之前都已经浸泡过精油了，所以盒子一打开直接就有它这个盒子上印的味道扩散出来。因为它这个已经浸泡过，然后并且置放了一段时间，所以打开的味道呢是没有什么前中后调，不需要等它，你一闻就是它最代表的那个味道了，所以是很舒服的。它官方描述是说，来自法国邻近的布列塔尼的比尔塞德林森林，黑土为基调，并融合各种树木的味道，比如说橡木、桦木等等。然后他们家采用的火山石呢也是来自非洲。他们家这种扩香使用方法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假如说香味扩完了，然后你就滴几滴精油在盒子里面，把盖子盖上，就等着等这个香味在盒子内挥发均匀之后，你把盖子一打开，然后整个室内就充满它的味道。等你人走了不需要的时候，把盖子盖上，这样也不会浪费味道，它就存在里面了，我觉得还挺好的。黑土森林这个味道确实是比较有实力好闻的味道啊，它是那种非常沉稳的清香的这种木质感，你闻到会觉得非常沉静安宁，很静谧的感觉。最好就放在书房、工作室或者是卧室这种需要沉下心来的环境啊。我另外的这支精油呢叫做 Sun Blue， 中文应该叫蓝雪，我不知道他们翻译怎么样。这个味道我觉得也不错，黑土森林这一个盒子原本的香气用完之后，就用这个新的精油滴进去。它的描述是有一种非常正宗带有果酱玫瑰的葡萄气息，多汁优雅，黑暗的黑醋栗和玫瑰的味道。黑醋栗就是黑加仑，确实它有一种烟熏的玫瑰味，不像一般的那种玫瑰精油会有甜到腻甚至发臭的感觉，它这种烟熏玫瑰加上黑加仑混合的感觉就很舒服。它不像黑土森林那么沉静，它比较高调一点点，但它又同时是舒服的，不是那种欢快明亮的感觉，是非常沉稳的那种玫瑰。所以这样的玫瑰我觉得还比较少见一点，我不太喜欢闻起来特别张扬的这种花香味。不过它前调确实偏甜，这个可能需要滴完之后让它散一散，闻它中后调可能会更加舒服一点。这支精油我还没有真正的把它滴在盒子里使用，不过我倒是有把它放在我加湿器里面扩一下出来，它实在太浓了，不太适合用这种方式扩出来，没一会整个房间全都是它的味道，然后我加湿器赶紧关掉，不然的话可能会闻到想吐，浓的厉害，我只加了两滴，很夸张。对了，我的加湿器是这种木吉的这一个超声波的，顺带说一下，如果你要用加湿器扩香的话，最好是选超声波这种，因为它是从下往上把水打成雾状，如果你用那种一支管伸到底下的加湿器，
可能获取不到浮在水表面的精油的味道，所以你就一直扩的只有水而已。这是小 tips。 Madeline 这个品牌是2007年在法国创立的，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它的名字取自法国知名作家马塞尔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开头的一段描述，跟法语一个糕点也马德琳蛋糕是谐音，也叫做 Madeline。那个蛋糕就长得有点像个贝壳的样子。然后另外一个精油就比较的日常，很大只，它是一个尤加利精油，叫做 Thursday Plantation 的牌子，这是 200ml 的，瓶子还挺好看的，有点像一支药水的感觉。这个精油就不像刚刚我介绍 Madeline 那个那么浓了，同样的加湿器我可能要滴个三四滴，然后它挥发效果也比较快，留香不会特别久，但是它闻起来是舒服的。尤加利应该各位都比较熟悉了吧，这种植物大街小巷的花店应该都有卖的，尤其是很多比较文艺的咖啡店也喜欢挂干的尤加利在店里面，闻起来就比较植物草本的感觉，凝神镇静的这种方向。这个挺好玩的是，它不仅仅可以做香味挥发来使用，你可以当做一个日常家居清洁来使用，就是你可以放在你要擦地拖地的水里面滴几滴，稀释它、用来抹身体这一类。桉树啊，尤加利这种，它是有一定的，算不算消炎杀菌，我也不确定啊，反正有一定的清洁功能吧。所以说它是比较家居日常的一个精油，就不一定是仅作为香氛气味来使用。当然它肯定不是什么神药啊，不能拿来治病，就是日常舒缓吧。 OK， 最后补一个，前面我介绍的都是无火香薰嘛，如果你有关注我之前的影片应该知道我还有几个点火的香炉，或者叫可燃香，都是点一些线香或者是锥香，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我把链接贴在这里。那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上个月吧收到的一个新品，也是来自 Dabomb、我的好朋友 Max 的品牌。关于 Dabomb 和 Max 呢，以及他现在在做什么，你可以翻我这一篇影片，可以去看一下关于它的一些玩具、它的植物以及它所出的周边。那么线香我之前用的是昆巴的这一个，檀香味的，我用上一支了。不过昆巴这个香味，一根香可以点很久，然后出烟量挺大的。各位鼻敏感的话，或者说对于 PM2.5 这个比较敏感，就慎用这一类的香型吧。Dabomb的香炉呢，他家用的香味还是之前恶魔火山那个香炉一起出的这一个小的锥香。然后是两个味道，不过香味就没有改变了，跟之前的香一样，香炉的形式换了。我手里的这一个是透明玻璃的版本，亲友限定，大家可能买不到这个版本。不过它有卖的是黑色、绿色，还有一个什么颜色来着？其他颜色的玻璃版本，那个我觉得也不是挺好看的。透明款式的香炉，它会随着你一直点香，里面的焦油会附着在内壁，然后慢慢融下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变上色的效果。因为 Max 当时也说，可能普通的消费者接受不到，为什么会觉得变色啦、染色怎么样，很奇怪。所以说透明版本是没有对外发售的，只是限于自己亲朋好友用。这一个也复刻他们家第一款香炉的款式，陶瓷的那一款金字塔全视之眼的造型，这是做成玻璃小个一点，其实我觉得小个还蛮精致的，然后玻璃也很好看，尤其是我觉得绿玻璃黑玻璃那两个也不错，现在应该还有卖的吧，不过它产量不是特别多，各位喜欢的话抓紧。然后它底下的座就是一个印了 Dabomb logo 的木底座，然后内侧有一块毛毡，当然了它是有，如果你买他们家配套锥香是有附赠这种小的铁片来去给你垫的这个香，就不会烧到底。不过大家使用这种燃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人不要离开，不要点完香就走掉了，还是要注意防火染色的效果。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了、我是挺喜欢的。然后之前我那些 neighborhood 的香炉其实表面看好像没什么，就还是正常的这个效果，看一下里面已经流到不成样了，就这些焦油啊。总之这一类香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应该会喜欢，如果你不能接受有这种 PM2.5 的物质飘出来，或者是不能接受这种焦油晕染的效果呢，就不建议你入手了，无火香薰就挺好的。 OK， 我觉得讲的也差不多够多了，仅限于我自己试过的，我没试过的我就不讲了，费事误导大家。我这些感受也仅作为我自己一段时间的体验，不一定百分百准确，所以各位买香水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试过再买，最好是去到店里，没有去店里的条件呢就上网找找看有没有小样。香水是不建议冲动消费的，也快圣诞或者说是元旦了嘛，希望各位能从这条影片里面挑选出一部分你觉得 OK 的，适合你自己或者说适合你想送礼的对象，可以作为礼物。因为我觉得香水这个东西是送礼不会错的一个答案，当然前提是你要足够了解对方。 OK， 希望能够帮到各位吧，那这就是这期影片所有内容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记得点下订阅。我是罗，我们下次再见吧。